老师好。你好。各位嘉宾老师好，观众朋友们好。来，咱们介绍一下自己。我叫范丽，来自山东济南，今年40岁。你这手怎么回事？16岁在打工的时候。你还越跑越远了。嗯，去北京的时候带了一个小钢丝床，那个钢丝床大约。去北京还带钢丝床？对，带钢丝床。没见过出去打工还带床的啊？带一个钢丝床呢，就是为了去赶个早市啊，然后去摆个夜市啊。你说你一只手，一张钢丝床折叠起来的话，也好歹有个50-60斤吧，40-50斤吧。你还拿别的东西，你怎么闯北京呢？就提着就可以了，包就挂在这里，然后就提着钢丝床。这里一个包一折就提一个钢丝床。对，是这样的。你好爷们儿啊！不甘心不服输嘛，在北京一年吧，没有吃过一顿饱饭，早晨起来是不吃饭，中午的话就是买那个就是一口一个的那种包子，我就一顿是，买3个包子，搁一碗免费的那个馄饨汤。每天晚上的话就是吃一个大包子，5毛钱一个。干了多久啊？每天都是这样的。在北京，一年没干成，就是赔了，还剩了1000来块钱吧。回家了，然后就剩下的钱交给我爸爸。然后我觉得，就是挺对不起家里人的，就是不光是没挣了钱，而且还赔了钱。我就特别想知道，就是你一个人这种情况，爸爸妈妈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出去那么远？其实家里边真的是就是穷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我看过一个演讲啊，一个大学生说，他说他家穷的就是穷的只剩下门了，家里边。其实我家穷的连门都没有。你们家连门都没有？是。穷到这种地步，所以说那都不能用家徒四壁啊。当这个时候的时候，其实父母顾不了我太多，就是说我出去闯，他就支持吧。就是万一能闯出来一条路，那可能是一家人的一条路。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找条出路。